想啊，因为你是就是要吃到那个虾仁糖啊。我有第三只虾，我赚了很多。那你虾比较好。播东西影响物价，我们那看哦。你今天有收到那个阿土伯那个宣导诈骗宣导，对吧？你都点到广告啊，不是遇到阿土，对吧？宣导的，他们容易用他的进行诈骗。
被诈骗警察到他们家那个站着盯着一个很骗。
感じになりましたね。他说要今天做，他说。